对于我的专业声音有些猥琐，我接受你的料子。您呐，笑我脸笑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路德云带糖》视频解说，是来自于汉肥的那什么啊什么，哎，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CDC 啊 CDC 啊，地图是鲁别克冬季标准模式，我们在上面的春点位。我操，这个车的长相，开黑，每小时两。啊，我记得很早以前啊，我还小的时候，那时候有那种小网吧，就现在那种大的连锁网吧那种，装修的比较豪华的还没有。那个时候，好戏开场了。我看啊，一个小时对，也就是一个小时两块钱。当时很多小孩没什么钱，就一块钱上半个小时。其实现在想起来，半个小时也干不了什么了，你无非就是。我看你打 CS 什么都打不了多久的，他妈的那个时候那稀罕呢，还要排队，你知道吧？那还不一定有位置。我经常有时候就是人家在打，然后在后面看。好，哎，干一发。不是吧，他隐蔽有这么好吗？丢失了目标，他能够这样黑，人家还看不见他。哎，这不得了呀。是那些玩意儿视野差，还是他隐蔽好呀？啊，你真的隐蔽这么好？这是要逆天的好吗？打得漂亮！好，又黑一炮。目标未被击穿。好，干死他！现在是处在一个黑枪的状态。但我看一下啊，他这个装甲的话，30、20、20，哟，这装甲倒是有点脆啊，有点脆。妈的，这是真有点脆。目标被击中。脆的一逼。装甲被摧毁了！我操，这你妈黑起来不得了呀！他是伤点血的。好，要干嘛？是吧？出来强吃7-1，吃得到吗？哎，穿墙了，不管了。好，漂亮，敲死了！那些队友要上去乱干啊，要把他干成马。干什么？允许射击啊！他就是一个马，好，干死你！我们的优势被击中，你服不服？目标被击中，打得好！一次履带被击中，装甲被击穿。已经拿了两个人头了，这我刚看着就是他不能去扛伤害，但是他可以在队友跟对手交火的时候出来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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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要死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救命！哎，最近有个80后的一个女孩啊，到朝鲜去出差的，她写的那个你们看了？我想如果是真的话，我好感谢。邓小平爷爷搞改革开放啊，你妈个蛋的，太可怕了。
但是看来平时那些跟团的都是正常的安排过的路线，那种你进去公派，你进去出差的你就贵了，你看到的全是那啥。这个机动性也是非常不错，想要偷点伤害，但你要小心啊，这40滴血一摸死，你现在状态是好，等他出来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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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心情是崩溃的，成员零件已经坏的坏，死的死，各个重要器官全都受损，这种怎么办嘛？这边过来，五九也是有点小心。其实我觉得五九没有必要怂的呀，你打不到你可以 HE 先炸他那些小的地方嘛，你先崩一崩嘛，你至少把他崩断腿，让他不要出来，你多崩他两炮，等会你可以去尝呀。发现目标。哦，好好好，你看他一直在保持移动啊，这样就不太容易被击中了。很懂得自保，因为自己确实非常非常惨，这个时候任何一个单位都很重要，尽量血多的去扛一扛，血少的呢你在后排能够保持输出就好了。这样就有机会翻盘了。哦，允许射击，吧唧，好漂亮，妈的，看见他活下来，活得有意义啊！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QQ 箱是76785882，而且给你看有微信的同学世界的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华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。